嗨，梦丽今天佩仁喝了哦，您喝了吗？梦丽在吃衷心的跟大家分享我每天的最爱，也是我每天都要早晚各一包的佩仁和佩仁滴。那因为年纪的关系，梦丽是选择佩仁滴那佩仁滴的话，里面添加了伊甜是不会造成我们这些糖尿病患者的一个负担所以请各位限糖的人士呢，安心的来饮用只要我们说早晚各喝一包会让你的体态更轻盈因为你平常就不会摄取太多的高热量的一个食物嘛，所以说你每天早上这样子喝，晚上要睡前再补充一包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些限糖人士啊，也是会喝得很开心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更年期的这些女性呢，很需要这些植物性的蛋白质所以说梦丽的话呢以我亲身的经验长时间喝下来，我觉得说补充植物性蛋白质对我们真的非常的重要，会让你在后更年期这段期间过得比较健康一点那因为呢就是佩仁的话呢，我们是采用低温冷冻干燥法就是保留完整就是这些蔬菜水果的一个营养成分所以说里面有非常丰富的鸡皮大豆啊，还有20几种的蔬菜水果那我们在制造的过程当中呢，也非常的用心安全的把关各方面都要求到非常的严格希望说各位跟我一样这个年龄的人可以选择佩仁来喝喝看。那如果说家里有小孩啊、老人啊、孕妇啊也都可以来喝喝看，因为真的它的口感非常的好，然后喝了之后呢，你就会有饱足感嘛，那你不会再想要再去吃其他的东西，那这样子慢慢控制下来之后，你的身体就会慢慢的变好了，然后也觉得没有负担啊，对不对那今天的话呢，梦丽是因为长时间喝下来，觉得对于身体的改善进步很多，所以说今天我衷心的分享我们陈燕的佩仁还有佩仁滴让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来做选择希望您会喜欢一起跟梦丽来喝喝看希望你能够健健康康的，谢谢大家，谢谢。